One more note, one more breath, one more go is all I get this time around. One more night to sing a song. Hi, 今天要出院了。有点开心，虽然也不是说住院不好，但就是觉得终于踏入另外一个里程碑的感觉。医院还是会先检查你的 baby， 像是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状况，心脏啊、大脑啊，然后会照超音波，还有黄疸指数。如果黄疸指数超过标准值的话，他就会要求说把宝宝留在医院，然后之后再来领这样子。 Mira 就是很健康，所以就是会跟我们去月子中心。在医院都是叫蓬头垢面，然后今天打扮了一下，转换一下心情，然后等一下去月中吃午餐。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一个叫做豪华的火锅。我是说豪华的火锅是，虽然它是一人份，就是给妈妈的。很多人就是一人份他吃不完，所以是会跟老公一起吃，然后老公再点一碗饭，这样就有点期待。因为我发现在医院吃一天六餐好像很多，但我就是到早上之前的时间还是会饿，因为现在三四个小时挤一次奶的话，那其实好像根本就是没睡一样。那在中间这样子一直弄的时候，其实就会觉得肚子蛮饿的。为什么要叹气？为什么我讲这样叹气？One more go is all I get this time around. This time around. This time. This time around. One more note, one more breath. One more go is all I get this time around.跟病床说拜拜，睡了好多天的病床。在上去付钱的这段时间，来录个 OOTD 好了。我穿了一个帽 T， 然后帽 T 你可以盖住头保暖，因为我应该会先用个围巾。哎，你说，跟我出来一下。哦，好。他可能有话要跟你说。好，他有话跟我说。我怕他教你怎么用，怎么吃。好，我要去那个，我不知道去哪里，但是虽然说要去听那个什么的那个，那我就去听那个了。然后笑美等我就出去了。哦，第一次感觉清醒的走在外面，怎么那么美？他刚刚进来的时候超闹的，有没有？现在刚那个护理人员说。他在换衣服的时候，他都会这样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说他很闹。指甲很长，所以我们要去，记得我们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会捏捏的事情。对，还有指甲的事情。对啊，睁开眼睛吗？有点亮哦。乖的啊，乖的啊。宝贝，我们走了。谢谢你们大家这几天的照顾。刚刚这张那个副本，刚刚签名的，付给你们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再电话到了，拜拜。好奇妙的感觉哦，
我觉得回到人间好不真实哦，更不真实。你想出狱？出狱？可以马上走，还可以。对，他脸有抓到，所以可能回去帮他擦。对，他那个指甲，他的指甲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可能指甲要对要修，因为他是说指甲，他的他换衣服，他指甲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的车站。等我问了，他换衣服之后，小朋友指甲是刮到他的脸，小朋友，所以他我们要帮他剪指甲，请他们帮他剪指甲。那我先上车。好，先上车，先上车。你上车之后，这个就还你吧。做好了吗？有。好。麻烦你帮我开个门，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很热，很热。快了吗？慢慢来哦，完全不急。你今天是可以剪。欢迎你。在这边换吧、哦啊，对，在这边换拖鞋啊。哦，好吧。你看这拖鞋，紧身的，好可爱。对啊，好可爱。马玉爱，我怕人很重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大厅先四个点心一下。好。我先把这一袋交给婴儿室，那我们有拿了什么东西就会让你们签收。有。我们这边。好。好。双鱼有没有？对，他们已经到了。哎，到了吗？对。有吗？还不错啊。还行，恢复还算不错，真的，它真的蛮好的。感觉体力什么都还蛮，对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加油！超健康。对啊，其实还就是很健康的，就当这样子。不会啊，我吃五天的中山，我都吃这种的。对，我甜点都是这种。我不能吃烧烤，尽量不要它，哦，尽量不要它上火一点点，对吧？啊，酱油 OK， 酱油好。啊，你如果有点口欲，你沾它一点，偷沾一点点，我没看到啊。等我。Feel the weight as the world sink in。的火锅。今天是海鲜，有蛤蜊、花枝、鱼虾、肉肉，应该够两个人吃了。有烟。